第一题听好了啊，全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峰啊？珠穆朗玛峰。回答正确。第二题，全世界第二高峰是什么峰啊？珠穆朗玛。好像有人来敲门，有人敲门。来者何人？我天！我天！黑人！我们这是一个青少年科普，青少年科普节目，不是一个武打节目，不是一个武打节目啊！都练家子上来了啊！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上！哎呦，您好，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亮亮视野的，我是创始人 CEO 吴飞，学的是电子工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天一，在亮亮视野担任设计总监。大家好，我是他们助理，我是池子。哎，我们是一个青少年科普节目，不是交友类的。